什么？你要理我？哎！啊！哇！吓到的！啊！你怎么？你这么害啊？来看一下。不要！把剪掉，剪掉这个。嗨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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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你不要不要不要！看他们都在动啊！哎，我没有看他们怎么做，我每次都吃的是直接已经弄好的。它解冻出来的时候，它还是在动的，它是活的。嗯。啊，是吗？蚕蛹被做的时候是活的呀？那对呀。去吧，宝贝。期待吗？不期待啊，我待会不跟你吃饭的。所以他们就彻底死掉了吗？对，已经煮熟了。我用剪子剪它了啊！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，你走开。嗯，还爆浆。希望有一些东北的朋友可以帮我发点弹幕，就说好香好香，流口水了。不行，我这臭。你等一下尝一下，我跟你讲。我不要，我跟你说，嗯，你千万不要逼我吃。好，不逼你吃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尝半个，我会很开心。对对，到开始了，开始拿友情要挟了。哎呀。没什么，我辛辛苦苦为你做的，你不愿意吃也没关系，我也不会伤心。啊，太恶心了！啊，太恶心了，骨头。就是说，因为我知道长进在长身体，然后我就从家里邮购了这个。还长身体？我都25岁来长身体。长身体。我今天其实早上6点就在筹备这道菜了，那如果你不愿意吃，我也 OK 的，对对对，我不会难过。哇，苏龙好能说啊，进行情感绑架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，不行，我根本没办法指示他们。这个对身体很好，吃7个它就等于吃1个鸡蛋。你知道吃什么补记忆力吗？你愿意来帮我挑一下它里面的这黑色的吗？哇哦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你听哭声，